咁喺我身後邊嘅呢一個就係巴列斯坦王宮。咁喺19世紀啦，當時嘅皇帝非常之中意歐洲嘅文化，就將好多歐洲嘅藝術品帶到翻嚟呢一個王宮度啦。喺呢一個噴水池隔離咧有一個禮堂啦，咁全部咧都係镶嵌咗啲鏡喺度嘅。咁啊，天花板啊，甚至係兩旁啊，以及係中間拱形嘅位置咧，全部都係一啲非常之靚嘅玻璃鏡。哇！入到嚟呢一度咧，好鬼靚啊！佢係全部都係镶曬玻璃啦，同埋一啲嘅鏡啦。咁同埋咧，佢窗花咧就用咗啲彩色的玻璃，咁可以等啲日光照落嚟咧，就可以令到成個空間都係有光走入嚟。哇！真係好似皇宮一樣喎。